啊，我就是想让母亲了解了解你，你把你好的一面拿出来给她母亲看看呀。不，还成熟呢，女生是想跟男生在一起是吧？是。小片里也说了，但是妈妈不太愿意是吧？嗯。所以今天把妈妈也请来了，来有请女生的母亲，掌声有请。怎么手还坏了？做鞋家务是，做鞋家务是碰的。哦，做家务事碰，您站这儿来，欢迎哈。嗯。您女儿。嗯。 养得好啊，自己抚养的是吧？啊，不容易啊。这小子见过？见过几次？不咋的。咋不咋的？就不像农村一个小伙子一样，他流里流气，站不像站，坐不像坐，根本我都看不上眼。您家是农村的？农村的。哎，我是农村的。农村的也没什么呀。 这就没有啊！这小伙子不是挺好的吗？第一印象我就看着他不顺眼，有些事情他做的不忒靠谱。哪些事儿？比方说吧，年前他上我家，他还去您家了。嗯，可以啊。刚才没说，他给我订一个净水器，我买的，没成想他过年呢去了。 空着手去就把这个饮水机拿起来，连一分钱的东西他都没给我买。你咋这样的？因为当时那个净水机很大，那箱子加上那十碗水以后，那个净水机有五六十斤，我当时还刚上学，我当时只能坐车过去，我扛上它，我实在是。那你第二天没带着姑娘，给买点什么见面礼？ 当天都已经撤回去了，就是一分钱的东西。别，这小伙子不懂礼数啊！你确实不懂事儿，人家也不是去您家提亲的，提亲的时候人家会哈。他哪怕给我买一个苹果、一个蝌蚪，也是他的人情味儿。您觉得这小子没人情味儿啊？听懂了啊？这个您跟他们去玩过是吧？ 去过，玩的怎么样啊？对您，我觉着挺好的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人家带你去玩的还挺好的。但是他有些事情我不放心呐，他带我闺女去，还上北京两日一夜游。啊，那我不同意。哦，您是看着去了是吧？嗯呐，看着去了，我不放心我闺女。哎，他想带您闺女去广州工作，您同意吗？不同意。为什么呀？ 因为我从小把我闺女养大，他说带着走都带着走，啊，我不同意。您这闺女得嫁人吧？嫁人是嫁人呐，啊，有些事情他办的不靠谱。啊，您说的什么事儿办的不靠谱？比方说呀，他年前说给我女儿买一个婚车，年前就买婚车呀？嗯，哇。 大学没毕业就有钱买小轿车，可以啊。确实是车买了，这买了不就行了吗？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又说把婚车卖了换面包车了，太不靠谱了。拿着我闺女是耍起着玩儿是咋的？车卖了，是有一辆车卖了。 不，这应该解释一把。我说卖的不是那个婚车，我说卖的是红色的车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有个红色的车，我们把红色的车卖了，并没有说把婚车卖了。他们家车多，您理解吗？你闺女那婚车她没打算卖，是吧？她卖的是另外一辆车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你父母见过她吗？见过。哦，那聊啥呀？ 现在就是他们都传弄好团了，弄咱俩呗，就这意思呗。那不是呗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闺女铁了心要嫁了，啊？还有啥事忽悠您了？我听听。前年吧，我闺女上江苏实习去，本来我闺女在那儿复苦复业，啊，加班加点儿，多挣些钱，好自个儿多挣自个儿的学费，啊，本来他是。 挺好的一个孩子，让他待了的。今天打电话，明天打电话，干嘛？让我闺女回来，好陪他一起玩儿，我还他一起乐。啊，<笑>是吗？不但这钱，我给我，让我给他攒着，让交学费，啊，还让他骗着给他哄着花了。 你说我气的不气的？不气啊！你挣的钱被他花了，嗯，还是你们俩一起花了？
哦，肯定是一起花了的啊，一起花的。哎呀，你们就这么合伙的骗你妈呀？也不能是骗，因为当时的时候我在那大概待了有三个月左右。然后手里大概得有5000块钱左右吧，但是回去的时候我手机就坏了。啊，买了个手机。对。行吧，问你几个问题吧，家里是不是还有点钱啊？一般人家。不是吧？还没结婚就给未来的儿媳买车了，那就是特宠你呗。嗯。跟您说过婚房的事儿吗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嗯。啊，行，反正你不同意他嫁是吧？我就是不同意。是真不同意啊，还是？真的不同意。